只脚的人今后可以在网上买鞋了，而且呢，一只鞋是一双鞋价钱的一半。电商平台以及七大鞋类品牌推出了一只鞋计划，推出了一只鞋计划，一只鞋计划，一只鞋。Tmall 平台上其实有10000家的运动品牌，那我们希望通过一只足矣的计划，让更多的运动品牌加入进来，把原本的一双鞋盒改造成单只脚球鞋的鞋盒，售卖给残障人士。哇，这么小，一只足矣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帮助到很多像我这样的人，我也希望更多品牌商可以参加到这个项目里边去。一只鞋的这个想法，其实我其实非常感谢品牌方的，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自信，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美，让我们感受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一份爱。一只足矣，一只足矣。